小思汽车祝大家新年快乐，五年行大运。ご覧の番組は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上州夢天堂会社にくいぬい、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耶耶，我好暗哦，干、欸、好暗哦，因为太阳太大了啦，我先冰开好了啦、啊、我今天要来，听说泰山的车又要喷钱了。对，又要喷钱，又要喷钱了。怎么了？你帮我听一下，还是下面先啊？排气管啊？不是排气管啊。哎呦，哇！我现在打东岸听是口口，那不是东岸的声啊。我东岸打起来底盘都有声啊嘞，为什么？还是下面先啊？今天可皮来抓一。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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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拿，我跟你讲，我刚拿大概不到一个月，鸡王是不是？我拿到四只鸡王，你现在专心嘞？哎呀，你专心啊，你抓抓看嘛。我就是很像，不知道，所以很像那种声音，就是几个嘛，低压呛，可是声音不大，有可能是低压呛，大概会出声音就是低压呛，三个鸡啊，再来就是什么变器的上座，嗯，上座不代表避震器会坏掉，可是座坏掉，就这几种嘛。再来还有什么？可能呢？引擎脚跟这个没有关系。引擎脚是抖啊，不是这个。啊，培林啊，培林不是这个声音，所以你也不知道怎么声音。没有顶起来看哦。这一定要顶起来看，对不对？是。你听起来那种明显，蛮大声的、哦。可是听起来真的，你在开，对吧？跳动的时候很明显，尤其上下。对，是上下嘛，对对对。就咯咯咯咯咯，可是它听起来真的很像，对啊，低压呛很像。可是那天顶的时候，低压呛没有，没有咬。哎、欸，这当时有卡缝，这好像莫名其妙多出来了。哈，它长出来啊，它长出来。你不是嫌方向盘丑，但人家是套资啊，你为什么没脱节套？我要去那个啦，我要去，我帮你包了，我要去弄跳，包最远的应该包不起来，做变形痛。真的假的？真的我跟你讲，那不炫了、啊，我帮你改，我帮你锯掉，锯掉，上下锯，这个锯掉、啊，留这样就好了。嗯，谁玩的准点？霹雳游侠那个一样。哦，对，可是那个我觉得霹雳游侠那个应该转那个圈数应该我改，他搞不好转这样有没有？没有，他就一败了，就一败了、嗯。对，真的要喷钱。嗯，好了，有钱没钱，趁着钱啊，好过年，好过年。哎、欸，金姐，你等一下，我等一下。你看，你连续窟窿就很明显，过窟窿很明显啊，上下还有什么有问题？我、啊、那天看到了差速器，啊，老油啊，老油啊，很严重吗？淡淡啊，是没有很严重，淡淡都前面换，等后一届要换，等内部油的时候，到时候一届贴内部油一下，你的 LP 的油，那大概多久要换一次？应该就跟那个那一颗就像齿轮油一样啊，齿、嗯、轮会比较少换，可是那个要怎么换？那油是里面也是有油啊，对啊，我知道，应该有螺丝，所以是那个壳要拔起来。对，那应该是应该你应该是那个垫片一圈应该漏了，啊，都换了，都换，都换了是。太阳好大，他说下一台都不交。你看你这鬼鬼，你下一台换什么？你都不知道了。皮卡。哎呦，好哦，好了，决定了啦。皮卡嘛，对吧？对、啊。能超越它只有皮卡了。有没有开开起来很阿杂哦？不会啊。蛮有节奏感的，确定是左前没错。好啦，那我们就继续出任务了。对啊，哦，啊，这一集科比传教士是吗？嘿嘿，我是科比传教士，今天就是泰山的车来抓泰山车的一车的一，反正看到泰山花钱，我就好像很开心。看同事花钱，我是蛮开心的。不要只要不是自己花钱都很开心啊，只是说哈，
像这个声音真的是受不了。如果假设好了，你说那个你的内部有点漏油，当作没看到，继续开就好了。哎、欸，我后来我发现我的好像引擎是上次骑过来又油漆又回来了，上次开又没有了，这次看一下，哎、欸，好像又回来了。所以你的也在漏了。讲说不要滴下来就好了吧，湿湿的那个总是正常的嘛。就跟那个，那个，哪个？反正我也是要顺便改一个东西啊，那就一起弄一弄嘛。对了对了，顺便的，顺便的最贵。啊，好贵啊！接下来对，接下来就是看那个。看影片要换什么，要修什么，再拍给大家看。啊，听起来都觉得心情就挺大。散。啊，没啦没啦，钱没有不见啦。嗯。啊，变成你喜欢的样子。哇，到了。啊，今天其实来还有一件事要办，就是。换掉我的卡钳，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些事情要铺路。哎，什么事？之后大家就知道，拭目以待。他们家车工啊，这边还可以帮你做客制化哦。你们如果有来装，可以跟老板说你想要做什么字，他就会帮你弄到好。但是尽量啊，不要用厂牌啦，因为好像会涉及一些版权的问题哦。所以不错不错，好大。
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上州夢天堂、会社肉いぬい、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快车来了，快车来了，快车若干。哦，我来讲，这真正唔通，很想叫大家不要买这个哈、哦，一打开停不下来。I can't 这个 stop。好啦，来来来来，干爹要来吹姐，好不好？过年送礼的这个好东西，快车肉干，快车来了，快车来了，超薄杏仁香脆肉质，最薄只有0.01公分而已，采用健康的猪后腿肉，融合营养丰富美国加州的杏仁片，并且用古法曝晒120天后，用黑豆原汁炼制。特殊的制造技巧使得猪肉质的口感独特，最能贴近舌尖的脆片，成就香脆可口、薄如蝉翼的新一代超薄香脆猪肉质。第二个，这个你看，招牌特厚的蜜汁肉干，你有看过这么厚的肉干？1公分，特厚 Q 弹，最厚的地方可以达1公分，就是要这么厚。鲜甜的肉汁完美的保留在肉里面，鲜甜的滋味让你爱不释手。快车坚持选用健康温体猪后腿肉。每日现烤制作，高温烘焙逼出油脂，每一块肉干平均受热，美味的肉汁完全渗透到底，肉汁滴滴答答，一口接一口都让你难以忘怀。四种口味：蜜汁黑胡椒麻辣锅、小猪骑士、起司猪肉干口味。再来，越见越见炙烧猪肉干 ，ZZZZ， 哇！顶级美味奢华享受，肉干也可以拥有极致的口感，带给你味觉的新冲击。选用优质健康猪后腿肉，完美的瘦肉跟肥肉的黄金比例。每一口肉汁都有满满的水分，好不好？喷汁的，喷汁的，加上超完美的烟熏滋味跟极嫩弹牙肉汁的结合，每一口都让你回味再回味。以上两款是独立的包装，不用沾手就可以吃了。哎、欸，吃菜棒，吃肉棒，有没有？一定是吃肉棒的啊，对不对？快车肉干的网址放在资讯栏，好不好？除了到快车肉干的门市选购以外，直接上网点一点就可以宅配送上门，超商取货也 OK， 没问题。moment 没了是不是？对。哎，吃菜棒，吃肉棒，哎呦，哦，哎，真的不用沾手，你看，哎，这麻辣好好吃哦，嗯，火锅要不要？要不要吃肉干？小狗不能吃哈，哦，哎，真的很有水分，哦，不行了，哎，我要减肥，可是这吃了就忍不住一直吃啊，有点像矛盾了嘛，没错，好不好？哎，过完年再说准备的事情，哈，以后再说了，好不好？对啊，我好不容易吃那么胖，妈又要把它减下来，这样对吗？好不好？好，快车站，快车来了，快车来了。哎，科比看下。哇，真正跑头啊，卡去改浮动碟盘，这我先扣一下，看是真的是假的。你让我碰那个坏，一般一拜的嘞，挣不到半值嘞。去两次。去两次哦？为什么？因为一拜啊。而且碟盘多少的？355，果然是浮动碟盘就是帅。好，哎、欸，啊、你我怎么后面没改？没关系啦，你现在走的路跟我走的路是一样的。啊，为什么现在不懂？我后来也是，哎、欸，看你看后来又觉得哪里怪怪。后来、哦、你怎么走我的后尘呢？以我换过经验哈，嗯，应该是这样了。换上去应该一开始应该是没什么感觉。可是我后面刹车皮有换，浪费钱了。你是说真的是直接整颗换掉就好了？到时候你就会换了。啊、不然好了啦，这样你就换了吼，免费帮你喷红的了，还是喷一喷就好，免费帮你喷红色的。哎、欸，他不声嘞吼，不声啊，就是什么？就是你阿强，嘿，你阿强，对吧？对，你厉害。结果是怎么坏掉？他是松掉，松掉，松一点点，可是声音很大哎，都要滴到叫嘞。我现在我的刹车这样含住哎，啊，叽叽叫还是安怎？我嘛唔知啊。反正就给他挤吧，我觉得来电片都是厚的，没关系的，要挤给他挤。可是我觉得挤了之后刹车比较厉害。是哦。对啊，这样不会有那个吗？不会变形吗？还是什么？不会哦。还是你的，还是比我硬。你的变形？对啊，是比你硬。想说我什么东西比你硬？我这样在开车啊。应该是，我应该是没有东西比你硬才对啊。可是我就原记得你原本的刹车也不错啊，停得下来啊，干停不下来就死了，好不好？我就觉得哈，应该还没有磨开，应该刹起来，我觉得应该效果跟原本应该差不了多少。你这样修理好，有没有觉得比较开心的？
好像有哎、欸。你应该也跟我一样，个性应该差不多，就觉得车好像有问题，亏起来就阿扎的。看有声音就就觉得，看那个耐久都没调。结果那几天声音很大，对不对？我都做捷运。因为你会真的不想开啊，你会觉得亏就就感觉啊就奇怪，人都是一样。可是我跟你讲哦、喔，你发挥有点，你要让他再磨合一下会更好。你讲出那句话就会。我来一句话，你心里想。你后边那我喜欢哇，之后你应该也会换。这句话呀，我喜欢。啊、对呢，隔壁安尼看到我。那，因为你刚才看，你现在看什么？后面没装，好像差了一点点，是吧？最少你要，最少我觉得不管怎样，要么要一定要喷个红色的，对不对？感觉比较一致。所以我也要养了嘛。养了啦，现在有几个那个洗车叫阿迪亚帮你做多。你每天阿个喷，哎对啊，你花喷了多少钱？这个啊，你又喷了多少钱？我猜一下哈，你猜，六活塞的，对六的嘛，对六，还有来令片，这什么牌？他们车工的，他车工自己，车工自己品牌，他们还客制化哦，它上面的字是。那个车出来不是用贴，我知道，是吧？内凹式的，可以有兴趣的可以去跟他们洽谈。啊，你想要什么字你就自己去讲。对，你可以写直接写科批两个字，是这样吗？也可以啊。啊你也不叫泰山，觉得哈，如果是自己品牌，随便也要两万多块吧。再多一点，然后再多一点。我是卡钳的、啊，我没有算到来，你看那刹车皮。我说刹车皮一般来讲啊，像 Brembo 一组随便都一万多块，还有碟盘、啊、哦，对啊，浮动碟盘随便要一万多块，随便的哦，自己算。我换过，我知道。你换过，你前后都换过了，对。可是我后面不是，我后面不是浮动碟盘。嗯，对啊，我有啦，改了当然是有差。我前面改多久才改后面？两个月你就受不了了。不用两个月啊，一个半月你就要想，哎、欸、哎。欸欸、我去伸了一个、欸、对哦摸这个哦哦哦 MGA 别哇没有啦不然就是你受不了吼赶快喷红色的就好了 我们今天好我知道几号了我再记得看你到底可以撑多久因为吼一定有差为什么说改了有差第一卡钳变大了它刹车碟盘嗯刹车皮碟盘都变大嗯变积越大刹车一定会有差的，对。啊，只是说我觉得现在差是跟以前比起来是有差，可是我觉得应该再磨合一下会更好。嗯，你要多踩几下，让它磨了更吃下去就 OK 了，就赞了。所以要开快一点，你不用开快一点，多刹一点呐、啊。多刹。对啊，其实啊再来就 OK 了。这弹力片换起来会很贵吗？这应该会比一般的原厂型的再贵一点。对。啊，比改装的再便宜一点，大家加在中间，大家花下去是值得的啦。你不觉得这样看起来就很爽吗？对、啊，对不对？有时候花下去看起来就很爽，就觉得值不值得？有些就像昨天不是有人问什么东西值不值得？我喜欢，一切都值得。就花下去不喜欢，有没有？再花再多钱，我觉得是浪费的。但是话讲我得力啊，有得力。好，我在期待看你瘦了俩，受不了。对啊，好，敬请期待。好，喜欢的记得帮我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好。Yeah谢谢，拜拜，拜拜，大家期待几个月以后。对，今天1月22号，看他啊，可以撑多久？过年后都冻没掉啊？就，现在很快哎、欸。啊，过年后都要2月就可以去改了。拜拜，拜拜了哦，耶！大家新年快乐啊！对，新年快乐。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上州夢天堂、会社肉いぬい。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哎，都拍完了，还在吃哦。哇，看真的太好吃了，这真的好吃啊，没有开玩笑。而且我喜欢选哪样啊？这种颜色比较深，有没有？嗯。哦，这个比较深，哦，那焦焦的哦，超香。我跟你讲哦，你让我坐在这边，我可以把这盒吃完。吃起来很薄嘛，啊脆脆的，然后杏仁又很香。然后感觉不会造成什么胃的负担，你知道吗？啊，你就忍不住要一直吃啊。然后不知不觉一包就没了。对啊，循环啊。哎、欸，太罪恶了、啊。嗯。